遥遥领先，又遥遥领先了，我操！我赶紧得问一下队友，什么情况？还真有这么回事啊？啊？这 W 闪能？打死他们，好像可以。马蜂在下路。还有复活赛，不是复活赛，是直接进了。就是如果这个投票按投票算的话，直接不用打了，直接包进了。那打个毛？这打还打什么？这不比复活还厉害，直接保进了。这样按投票，那肯定我们队稳进了呀！这。别人队就没有那种流量比较大的人在玩，所以按投票算，那都不用打了。复活赛不是复活赛，直接就比复活赛还 NB。但是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什么来着？这个是。但是这个能沟通的，就是说那个，这个是你得自己报名了才能那个参与这个投票。我去问问队友们，我没报名啊，怎么队长不知道呢？啊，我被架空了是吧？这汉室衰微了啊！是谁在把持朝政啊？啊！不是，有那个沟通群啊，那个我等下去问问。有领队沟通群，队长不知道，而且队长只是虚名挂着的，等我问问。我怎么锤到塔了？这不把他换掉了的，
我失误了呀，鼠标点到塔了，我离开鼠标都把它锤死了，我有钱打到塔上面去，有点慌了。A 错了，等我打完我去解决一下吧，各位。他还吃我的塔皮啊！我操，难受了。我这把出的破败，不出破败，大家打盖伦会有点打不动的。可惜了，这波好机会了，他这下波有闪现，我连抓不两波，把我的优势都抓没了，等级都一样。他这波回家应该是个攻速鞋，大概率是这样的，攻速鞋的钱够了。铁刺鞭更暴力的一个出装，这波他装备好像感觉比我还好一点。换鞋还换不过他，但有大招有技能再跟他换。把龙控，我得出个果子。他推线我只能无奈的让他推，没办法。我记得第一次打架之后盖伦还挺会用这个，哎呦，你这破骸骨用的不错。这波换钱还行，没打准备要小心。家伙怎么看上去像一套要秒我的样子？打不过吗？打不过他吧，他心实了。好像人人都带着刀子，只有我是。过来进我范围直接一他，插眼过来的吗？你来的有点慢，我已经被抓三波了，哥们，你打不过他走吧。030吧，哥们，对面都514了，没事，你先发育吧。你先刷吧。你去刷吧，你去刷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盖伦都3-2了，我都2-4了，劣势有点大，回家还挺近的，难搞喽。这波把他塔直接下了，喜欢在这里回城，下波就没这么好杀他了。
他也把闪现交了。甩刀给他 Q 的。是这样的。怪不得螳螂打不过，这瞎子操作有点厉害啊！这把哥们给秀了，他有闪现，全不够快啊！我这波一个路程没吃到，又被瞎子给带来了。啊，不过下路就给我打赢了。哦，可以，好 Q。要买个真眼的。挺进红酒精，我破败不假鞋，经济差不太多。我这卡上线应该还能给我剩了点吧。瞎子又来上了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我顶不住啊！那我又是个万豪，怎么办？费点速。没 W 吧？我要尝试一下了，没 W。终于这波瞎子不在了，天哪，他终于不在了，波波都在，导致我的压力好大，真的每波都在。给的压力太大了。他再不去供小龙，我真玩不了了呀！哦，连招不错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还好我们下路比较给力，他打赢了，要不然这把有点悬了。嗯，盖伦去打团了。希望不会出现什么变数。这把猪不进去，这把猪打团装了，这把破不了，优势才是。这么肿啊，哥们！我来了，你能不能再勾到一下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塔杀的瞎子还有大，是把瞎子大人都拿掉了吗？怎么他赏金只有450块？可以，安全感非常的足啊，非常足。满满的安全感。我操我操啊，你 W 怎么自己断掉了？
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出 bug 了。 他的 W 怎么没了？啊，小丑。嗯，这个啊。不要 Q 过来的，是陷阱，快跑！盖伦见面就给我一个大。 要买个科学吧，乱配去，不需要我的吗？那我先发育一会儿。盖伦好像还有大。 他们要拿先锋了，我觉得我能打一打。看帽！要真是这样，下子大人头。啊！ 大人头，诡计多端的盲僧啊！啊，吃个我，等下大宝剑有点顶不住了，狡诈恶徒。 就剩你了，要不算了算了，不交闪追他，可能追不上。可以了，我把瞎子的大人头拿到了，好像800块，还行。闪现也不见得能杀他，如果闪现稳能杀他，我可能会上。 赶紧出血手吧，挡一下这个盖伦的这个大宝剑。对面没有破盾的，那我先出血手吧。
他很脆的，这下子说的纯输出装，脆得很。主要看拳能不能打到他，拳能打到他的话，我还是能做掉他的。一拳给你的盒子直接拆了。把他抓了大龙就有嘞。刚刚现在能打得过夹子了啊，夹的我把 W 用了，敢来吗？你真敢来啊。不把他去 W 用了，他不上当的，所以我故意把 W 交掉了。因为我的核心输出可以是 W， 也可以是平 A 啊。我这一拳应该还可以，有点伤害，先杀了。盖伦都500块赏金了，我操，混的可以啊，盖伦。盖我好像是发色是什么意思？发色不是绿头发吗？没什么意思呀，不挺好看的吗？我觉得绿色头发和那个白的、黄的都还不错，挺好看的啊。当然黑的也非常好看，嗯。我好像不能打这个，就一直打穿。原版最好看，我也比较喜欢黑的。非主流，我黑头发怎么非主流啊？这不是尬黑吗？哎，这盒子恐惧时间有点长啊。这一片全是盒子。怎么说？我们搞一下这个。不打大龙吗？各位？哦，你跟我闹呢啊，戴拉斯！他很脆的，结束到了。我操，这大招是什么？大招在第几层？我有点看不懂。有没有看得懂的解释一下？如果有人在看我打架，他们就预判摸眼。哦，他都往我们基地射了，这真的是预判摸眼吗？你不要蒙我呀！
大家点到地图了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塔还是给他拆到了。1927，那应该能打2000。如果说如果能拉满，哇，比较难拉满。2000血，放死了。但或许我能掏他一手屁股，会很疼的。盖伦三件套了，哪个是真的？大龙吗？还差点钱呢，2400块的话，现在我有多少？2200，我套车不漏，应该够了。那我要六神装了呀，2242 ，OK。滑个步啊！啊！干嘛打到我？开 Q 不会打断吧？好，会打断，再卡一个。不能开 Q 啊，开 Q 就断了。哎呀，被打断了。